8月24日，时值北京人艺2019年度历史大戏《杜甫》首轮收官之际，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也恰如其分地组织了一次名为《诗之余韵》的杜甫创作分享会，通过线上招募的形式，邀请观众来到北京人艺实验剧场，与剧组的几位主创、导演、主演冯远征、演员梁丹妮、刘志阳进行现场的交流，共同探讨关于杜甫的创作心得与观演感受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